越来越多新住民透过婚姻到台湾，而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和吴伟雄顾问有限公司合作，从新住民的文化背景设计了好食堂桌游，把东南亚国家料理结合台湾食材，透过食材卡片完成一道高分的美味佳肴，期盼在游戏当中可以认识新住民文化，也促进文化交流机会。台湾社会多元开放，越来越多新住民因为婚姻等因素来到台湾，也带进更多样的美食文化。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和吴伟雄顾问有限公司日前在越南故事书屋发表恩哇撒对好食堂桌游。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理事长也是县议员杨华美表示，期盼透过这套桌游介绍东南亚国家饮食文化与跨国交流的机会。我们透过这样的桌游，我们更认识东南亚的美食，这里面不止东南亚美食不是这么少了，但是它很好吃的我们会放在这里。为什么？姐妹们，我们在台湾，我们都会想念家乡的美食，所以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家乡美食，我们的文化要怎么让大家更了解。所以我们的姐妹跟老师他们，还有我们的台湾好样社会发展协会跟我们的吴伟雄会一起合作，然后一起研究出来这一套桌游。好样协会这一次和吴伟雄公司一起合作一款桌游，叫好食堂桌游。这个桌游历经非常多年，邀请非常多的新住民的姐妹和家庭以及新二代一起来研发。那主要是想要透过食材本身，因为整个东南亚环境的食材其实大家都有接触，但是在因为饮食文化历史各方面气候上其实不太一样，因此每一个食材做出来的各个国家的形态也不太一样，菜色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台湾这几年其实有非常多的新住民透过婚姻来到台湾，那也回应这个议题，也希望国人能够更认识东南亚的饮食文化，因此我们就设计了这款桌游。那这款桌游即将在十月初会前往德国艾森桌游展来进入国际的市场，那也希望让更多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喜爱桌游的民众、朋友、公司都能、学校都能够认识台湾的新住民，那更希望能够认识台湾的多元文化。以粤语、印尼语、客语、中文命名恩哇撒对好食堂，蕴含女子共度创造美好时光的意思，将东南亚当地传统美食结合台湾食材，汇集成具代表性的佳肴，自国语言的游戏翻译，加入加减乘法的数学概念，适合全年龄层一同玩乐。透过新移民二代参与设计，增加对东南亚文化的认识与认同，以增进亲子连结与合作，在游戏里实现共玩共融的机会。记者蒋邦彦、黄律师报道。